哎、欸，我做做伙买啊，灯泡是该买啊。是啊、喔。哎呀、啊，买灯泡会当卫生。哎呀哎呀，电锯行啊。这个是原本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原本。它是卷筒的。卷的。烟草都可以。对。相信你有电。哦。灯泡到底有没有电啊？就是无啊。确定。对啊。看下面。咩卖一半？现在也看他这场，发动了。哦，干他这！有啊。本分局原警于3月20日20:30执行巡逻勤务。巡经本辖龙滨路，发现蔡男驾驶自小客违停，眼神东张西望，见警靠近即发动车辆准备离开，原警立即请蔡男下车接受盘查。蔡男向原警表示车子没问题，可以检查。原警目视车内，发现后座脚踏垫上的洋芋片块，此时蔡男扬称这只是饼干盒，企图转移注意力。原警摇晃罐身察觉有异，详查后发现罐子经过改造，罐身下藏有毒品海洛因六包及安非他命一包，当场逮捕蔡男，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阿黑，他说旁边有压一个呢，旁边有压一个吗？他不是一批哦，小男生啊，这女的呢，太会讲了吧？阿黑，他说旁边有压一个呢，旁边有压一个吗？中港路556号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黄姓男子驾驶营业小客车沿中港路往中原路方向行驶时，不慎擦撞三台停放在路边停车格的机车。因黄姓驾驶在事发后未依规定留于现场，接民众报案，警方已通知黄民到案说明，并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2条告发。警方呼吁，行车时应注意车前状况。倘发生交通事故，应留于事故现场并立即报案处理，切勿自行离开。